家好，我是跟现在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汽车，它的那个汽车的温度啊，就是那个 temperature 慢慢的升高了的话呢，你们要怎么做？现在呢，这辆汽车呢是那个Proton Saga BLM 啦，1.5cc 的它的车的那个速度啦，1.5cc。然后1.5cc 的汽车，然后呢左边呢跟右边呢就是那个圆圈呢，两个圆圈就是那个汽车的那个速度咯，如果你的汽车它的你驾的汽车它的速度有多高啦，好像右手边呢有些是如果你驾到60的速度啊，它就是会上升到60咯。中间的那个呢，就是让你绑安全带咯。然后如果你没绑安全带的话，它就会显示出来咯，红色的那个指示。然后呢，右手边的 right hand side 呢，就是你的那个 handbrake， 就是你的汽车停着的时候，你要打那个棍子吧，然后呢，左边呢就是有那个数目的话呢，那个是时间咯，还有那个你用你驾汽车它已经驾了多远啦，多少公里啦，然后在左边的这个左边的那个靠近那个有汽油有那个 petrol 啊汽油的那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的汽油还有剩多少咯，总共有26个啦，然后左边呢，没有，汽车这个是左边啦，左边的那个汽油泵就是我们左边呢就是靠近汽油的这个指示牌呢，它就是让我们知道咯，就是我们的汽车有还有剩下多少汽油可以用咯，然后如果超过最好不要超过一格啦，不要少过一格，如果最好是两格或者是就去打添油啦，然后如果右边呢就是那个我们的汽车的那个温度咯，temperature， 如果那个温度呢它慢慢上升的话呢，可能从三格到四格到五格的话呢，我们最主要呢就是先就是把全部的冷气关掉你汽车的冷气全部要关掉，然后呢开窗口咯，就是让那个汽车没有不会那么热啦，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说我们直接就看到那个汽车的维修中心，或者是外面任何有修理汽车的店铺，你就去那边维修咯。其实通常呢这个汽车的温度会上升呢，就是因为可能那个汽车的风扇啊，或者是它的那个有可能就是它的那个风扇呢，它的motor呢有问题，或者是说它没有供应不到电所以或者是可能它的风扇有问题啦，坏啦还是什么，所以呢就要去哪去维修咯，然后它慢慢会它的那个汽车的温度会慢慢上升到第六格，如果五格到六格的话就已经是很严重了，那么可能会把那个汽车的那个引擎烧掉，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如果说你突然间驾车的时候呢看到有那个温度上升啊，你就是你每一次驾车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咯，在驾车的时候呢你也要看一下咯，如果说它没有上升到第四格第五格的话呢就还好，因为基本上它的温度都是在两三格啦，都是在三格以内如果说它的那个汽车的温度呢已经上升到第四格到第五格呢，最好就是把全部的灯，如果是早上或者是中午啦
全部的灯跟那个汽车的灯跟那个风扇呢，那个冷气呢，全部关掉。哦，过后呢，就是打开窗口，然后直接去那个修理汽车的维修中修理汽车的店铺呢，你去那边维修咯。哦，不能再走更远的路了，因为它已经是风扇或者是它的那个引擎了，那个摩托有问题。就是我们的汽车有那个风扇嘛，风扇那边呢，它会有那个摩托那个引擎，汽车那个风扇的引擎啊，然后可能它的水也会慢慢的喷，会慢慢的沸腾，就是滚啊，就是滚好像我们煮自来水啊，好像我们煮自来水的时候，它会沸腾嘛，它会滚出，它会滚到一个蛮比较高比较热的那个温度嘛，所以呢大家就要小心咯，要注意不要只是说可能就是驾车然后没什么注意的，然后呢我们也要注意最重要也是要注意引擎咯，然后看那个水箱有没有水箱有没有少，它的水有没有慢慢的减少咯如果慢慢的减少，你也是要先添加那个把那个水呢加满啦，加到差不多啦四分之三，然后呢你再放一些 coolant 咯， coolant 就是那些冷气让那个在水箱那边它放一个水箱的冷气液，就是让它的那个水箱没有那么，那个风扇不会里面呢，它运作的时候呢不会那么热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就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在驾车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咯要不然的话等一下整辆车会被烧掉OK，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现在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汽车，它的那个汽车的温度，就是那个 temperature， 慢慢的升高的话呢，你们要怎么做？现在呢，这辆汽车呢是那个高端型啊 ，BLM 啊 ，1.5cc 它的车的那个速度啦，1.5cc， 1.5cc 的汽车，然后呢，左边呢跟右边呢就是那个它的圆圈呢，两个圆圈就是那个汽车的那个速度咯如果你汽车它的你驾汽车它的速度有多高啦好像右边呢有些是如果你驾到60的速度啊，它就是会上升到60咯。中间的那个就是像你绑安全带咯，然后如果你没绑安全带的话，它就会显示出来咯，红色的那个指示。然后呢，右手边的 right hand side 呢，就是你的那个 handbrake， 就是你的汽车停车的时候，你要把那个棍子吧，然后呢，左边呢就是。有那个树木的话呢，那个是时间咯，还有那个你用你驾汽车，它已经驾了多远啦？多少公里啦？然后在左边的这个左边的那个靠近那个有汽油，有那个petrol汽油的那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的汽油还有剩多少咯总共有16个啦然后左边呢这个是左边啦左边的那个汽油泵就是我们左边呢就是靠近汽油的这个指示牌呢它就是有让我们知道咯就是我们的汽车有还有剩下多少汽油可以用然后如果超过最好不要超过
两一格啦，啊，不要少过一格，如果最好是两格，或者是就去打停留了，啊，然后如果右边呢，就是那个我们的汽车的那个温度哦，哦 temperature， 如果那个温度呢慢慢上升的话呢，可能从三格到四格到五格的话呢，啊，我们最主要呢就是先啊，就是把全部的啊冷气关掉，啊，你汽车的冷气全部关掉，然后呢开窗口了，是让那个汽车没有不会那么热啦。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说，啊，我们直接就看啊到那个啊汽车的维修中心，或者是外面那个有修理汽车的店呐，啊，店铺，你就去那边维修了。啊，其实通常呢，那个这个汽车的温度会上升呢，就是因为啊，可能那个啊汽车的风扇呐，或者是它的那个啊，就是汽车的风扇呢，啊它就是不能，或者是它的那个啊，那个模特啊那个。有可能就是它的那个风扇呢，它的摩托呢，啊，有问题，或者是说它，没有供应不到电啊，啊，所以或者是可能它的风扇有问题啦，坏了还是什么，所以呢就要去哪去维修咯。然后它慢慢会，它的那个汽车的温度会慢慢上升到第六格，如果五格到六格的话，就已经是很严重了。那么可能会把那个汽车的那个引擎也烧掉，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如果说你突然间驾车的时候呢看到有啊那个温度上升啊，你就是你每一次驾车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咯，在驾车的时候呢你也要看一下咯，啊如果说它没有上升到第四个第五个的话呢就还好，因为基本上它的温度就是在两三个啦，都是在三格以内啊。如果说它的那个汽车的温度呢已经上升到第四格跟第五格呢，最好就是把啊全部的灯，如果是早上或者是中午啦，啊，全部的灯跟那个啊汽车的灯跟那个啊风扇呢，那个冷气呢全部关掉啊。过后呢就是开窗口，然后直接去那个维修中心去，或者店呢去汽车的维修中心呢，哎，修理汽车的维修中啊，修理汽车的店铺呢，你去那边维修了，啊，不能再走更远的路了，因为它已经是风扇或者是它的那个引擎了，那个摩托有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汽车有那个风扇嘛，风扇那边呢，它会有那个摩托啊，啊，那个引擎。汽车那个风扇的引擎啊，然后可能它的水也会慢慢的沸腾，就是滚啊，就是滚啊，好像我们煮啊煮自来水啊，好像我们煮水煮自来水的时候它会沸腾嘛，它会滚出，它会滚到一个能比较高比较热的那个温度嘛。所以呢大家就要小心了，要注意啊，不要只是说可能就是驾车然后没什么注意的，然后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最重要也是要注意引擎咯，然后啊看那个水箱有没有少，它的水有没有慢慢的减少咯，啊，如果慢慢的减少你也是要先添加那个把那个水呢加满啦，加差不多了啊，四分之三，然后呢你再放一些 coolant 咯， coolant 就是那些冷气啊，让那个在水箱那边它放一个冷啊那个冷啊水箱的冷气液就是让它的那个水箱里那么那个风扇不会里面呢它运作的时候呢不会那么热啊，那么今天的话题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大家在驾车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啦，要不然的话，等下整辆车会被烧掉，OK，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Come here.